Now I heard there was a secret core, the day we play and please the Lord. But you don't really care for music, do ya? It goes like this: the fourth, the fifth, the minor falls, the major lifts. The baffled king composing Hallelujah.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家好，今天薛亮跟大家聊一下刚才献丑跟大家唱的这首歌啊，这首歌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 这是一个犹太裔的加拿大的歌者，已经去世了。Leonard Cohen，莱昂纳德·科恩，听他的名字就知道他是一个犹太人啊，和我喜欢的科恩兄弟其实是一个字，但是不同的英语的拼法。那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哈利路亚》。那大家如果稍微…… 对宗教有一点点知识的话，都知道这个事情是，这是一个犹太教也好，基督教也好，会经常使用的一个词。它的意思呢，就是 praise the Lord。那等一下，我可以讲一下为什么这个词是这样的一个词，它还是有一些语义上的可以解释的地方。那这首歌呢，非常奇妙的，就是说被不同的。 歌者可能唱过无数遍，而且他出现在很多奇奇怪怪的不同的场合。比如说呢，很多人的葬礼，不管他有什么样的宗教，有可能会放这首歌；有的人会唱这首歌，也有人呢，在他们的婚礼上放这首歌。那在美国，在九幺幺受到恐怖袭击的时候呢，也有媒体用这样的一个歌声作为背景音乐呢。 配着就是当时世贸大楼被撞的那个场面。那在美国的著名的女大法官啊，自由派的金斯堡 R B G 大法官在去世的时候呢，很多人也用这首歌纪念他。当然，因为金斯堡本身也是一个犹太裔的人的缘故吧。但这首歌就是被，比如说 Bob Dylan 唱过，著名的民谣。 鼻祖了哈，可以说之一。摇滚巨星，那被一个叫 Jeff Buckley 的人唱红的。Actually，这首歌的写歌的人虽然是 Cohen 呢，但是唱红的却不是他。也被像地下丝绒的这个主唱 John k a l e 也唱过那首，他的翻唱是非常非常有名的。那这首歌同时是一个，就是被乐评人认为。 是传唱最多，但是被误会最深、误解最深的一首歌。当然了，我们听音乐的时候，就像刚才歌里头，等一下我会解释的那个歌词，我们真的在意的是 music 吗？啊，你真的是在意的，他是说的什么吗？一样的哈，我相信很多听歌的人，特别是跨文化听歌的人。 也不一定能够明白这原来他想表达的什么。但是音乐是一个如此神秘的事情，它不需要太多的解释，我们能够感受到的东西就已经很丰富了。甚至我们觉得语言是非常苍白的，它没有办法像音乐一样去触及我们深深的灵魂的那一个层面的东西。那个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情绪和情感，实在是通过音乐比文字高深太多了。 那我为什么想聊这首歌？我今天要怎么聊呢？我想，我就把这个 Leonard 他是个什么人聊一聊，他创作这首歌可能的心境是什么。然后他这首，我们可以用文本分析的方式把他的歌词捋一下，因为他这个歌词里头有非常多的典故啊，allusion 啊，这是这古今中外大家都会用一些典故。 因为能够用非常短的文字来去表达一个已经被建立的一个宏大的故事，然后它的寓很丰富的寓意，我们只用几个字就能说。但是你如果不知道这个典故的话，你当然就没有办法体会那个歌词到底在说什么了，对吧？ 呃，那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徐亮，我人在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和大家通过电影和文化的话题，探究人生的意义，探究这个世界和我们内心的真相。我分享的方式就是一镜到底不剪辑的即兴分享，所以说错和说的啰嗦的地方，请您见谅。那我也是刚从这个新冠啊得了一场之后，刚刚恢复，所以呢，可能经历和说话都不是特别有经历，甚至说会影响这个。 语速和思考的这种能力啊，但是大家就迁就我一下哈。那说说这个，我为什么会想到聊这个呢？是因为在这个养病的期间呢，我就看了一部纪录片，就是这个封面的哈。它的纪录片的名字就叫《哈利路亚》。那它的副标题是 Leonard Cohen A Journey A Song 啊，就是莱昂纳德·科恩。 呃，一段旅程，一首歌，那这首歌就指的就是《哈利路亚》封面上的这个戴帽子的哈。今天开始的时候，为什么要戴这帽子哈？就是多多少少致敬一下吧。呃，呀，这个老头其实我是在二零二二零零零年的左右的时候开始听到他的歌的，当时也很感谢中国的这种盗版地下的。 打口磁带，打口 CD 哈、啊，当时买的那个 CD，呃，真的印刷的也非常好，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原版，反正就是非常便宜，然后买到了这么一个专辑哈，叫 Various Positions，就是它，就是非常神秘的一张脸啊，看你看起来也知道，就是说他他是痛苦呢，他是悲伤呢，他是绝望呢，还是他只是在思考呢一个很。 典型的一个犹太人的大鼻子啊，我们知道犹太人其实，在音乐上的成就是非常非常高的，就像这个我我在电影我的电影频道里头也聊过这个伯恩斯坦那个传记，那个虽然是一个不是特别好的电影啊，但是也是我们也也是一个犹太人在音乐方面呃的一个佐证吧。 那这个歌呢，在莱昂纳德自己听说起来哈，他会这么解释，他就说：“The song explains that many kinds of hallelujas h do exist。”就是说我这首歌呢，其实想去解释的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是存在很多种不同的哈利路亚的表达的。哈利路亚，我稍微解释一下哈，它是希希伯来文,文里头。 哈利路，再加上亚这两个词合起来，同时它构成了一个就是动词加上动词的对象，同时它是一个命令语气。它的意思说出来，亚就是亚哇亚哇，或者亚威或,或者耶和华，对吧？这就是一个上帝的名字。但是上帝的其实本身，它这个名字是我们不知道的哈，或者就是说，这是这是当然，圣经上另外一个典故就是，当摩西在 燃烧的荆棘的那个地方，问就是说你叫什么名字的时候，上帝说 “I am who I am”，基基本上就是“亚瓦”这个词，这个词的来源。那“哈利路亚”那个“亚”字就是耶和华“亚瓦”的这个耶和华的的这个简写，也是上帝。像以色列人，他们特别是近前的这种以色列人。 或者 Orthodox 啊，他们非常正教正统的犹太人啊，他们对这个他们的圣经特别，他们是旧约圣经啊，是非常非常前进的，前进到一种程度你，你都觉得说是几乎是可以说是偏执，但是很巧妙的就是说，就是因为这些人的偏执，所以这个所有的那个字。 都能够完完整整地保留下来，他们会用各种各样技术的方法，就是说这一行是几个字，这一段落是几个字，出出现了什么字多少字哈，他都会都会这样的叫文式的这样的一种职业，把它抄下来，非常整整全的一代一代传下来，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旧约圣经还是和呃几千年前是一样一样的，是一个很神秘的事情。 那哈利路哈利路就是一个动词，就是赞美啊，就是 praise to the Lord。那在这个圣经的旧约里头有一本书啊，其实是一个诗篇集，就是一个诗集，psalms。诗集里头有非常多是就叫开始的那些句子，就是用哈利路亚开始的，就是。 用中文翻译出来，一般翻译出来很长哈、啊，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就是这么一个话，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就是这么开始的。然后甚至在诗篇，我记得是从一百四十六篇还是一百四十到一百五十篇，基本上那通篇就是说你们要赞美，要赞美，要赞美。当然大家就会说这有什么可赞美？这不就是就有一点点像这个金庸小说写的这个千秋老怪啊，丁春秋这个。 新秀派的，然后大家就需要赞美一个教主嘛。可是我我的意思，我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就是说，因为我们和上帝不是一个级层级的事情啊，他和这个新秀派的掌门人和任何人世间的教主，我们不是一个级别的。那新秀派的教主也没有创造他的教徒，对不对？但是我们所 conceptualized 的那个上帝，就是我们能够。 在思想里头孕育出来那样的一个概念的那样的一个上帝的，其实他是那个终极的 creator 啊，他是创造者，他是整个世界秩序的缔造者，他是一个带着爱去看护这个世界，仍然在继续给这个支支撑这个世界的一个一个，可能都不是一个存在，而是超越存在的一个存在，所以。 呃，赞美这样的一个比我们高级的、高级太多，甚至是我们来源的一个存在呢，也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去羞愧的地方。那我们就继续说这个歌词，不是，我还继续说说，就是科恩自己对这首歌啊，他说，呃，有很多种不同的哈利路亚，我们等一下会进入，就说他有。 好像有一种叫 holy，一种神圣的；有一种叫 broken，一种破碎的哈利路亚，不一样的感受。他说：“我觉得所有的这些，无论说完美的也好，还是已经破碎的这个哈利路亚，就是你这个哈利路亚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说出来的？你是哀伤的说出来，就说仍然感谢赞美主，还是说感谢赞美主？你不同的感受都可以用用这句话去说嘛。”他说：“都是有一个同。” 基本上都是有很平等的一个价值的。It is a desire to affirm my faith in life, not in some formal religious way, but with enthusiasm, with emotion。他说，就是我我的信仰是我我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愿望，我要在我自己的生活当中不断的去确信我自己的信仰，而不是在任何的宗教。 的方式不是以任何好像正式的宗教的方式，而是我用自己的激情，我用自己的热忱，我用自己的情绪去，其实，在不同的哈利路亚当中确认我自己所信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诚实的态度。那这个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就说到底。 呃，Leonard Cohen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这个照片是他其实是在他七十岁以后，他七十岁的时候蒙受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事情呢？就是他毕生的积蓄呢，被他一个经纪人呢，就全部都给骗去了。 然后他一下子就一文问一文不名，穷困潦倒了，所以他就开始了七十岁的一个全世界的巡演。一方面也是为自己的生活找一个着落哈，另外其实他也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意义。他把这样的一些苦难呢，变成了一种祝福。所是他在一场演唱会上，他有时候就会跪下来去唱这首《哈利路亚》的这首歌。这是他比较年轻的时候哈，他自己也会弹琴。他的身世是什么样一个身世呢？ 他有加拿大人，然后他的祖祖父和曾祖父呢，都是当地非常有名的犹太人的领袖哈、啊，甚至有一些就是属灵的领袖，那是直接在这个 synagogue 犹太人的这种教堂叫 synagogue 里面就是当拉比的，那拉比就是老师了。就犹太人他们的这个聚会所呀，不是一个简单的崇拜的地方。 他也是一个教导的地方，他们会把把他们的价值通过他们的这个过去的文本，无论是《托儿也好，还是说其他的书哈，《塔木德》，然后他们就去仔细的研究他们这些过去的文本，然后从中寻找，无论说伦理也好，呃，世界观也好。 人生的意义也好，然后人们应该自己如何组织，然后我们的社会基本的规范，他们都是在这样的一个文本里头去不停的，不是说死记硬背，不是说看着这个啊，这就和好像是。 教条一般去遵守，而是他们在想，就是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只有知道了世界和内心的真相之后，我们才能更好的去组织我们的一个社会，我们才能更好的规规劝自己怎么样去做一个好的行为，你怎么样每一天应该怎么样去。 Conduct yourself 啊，你 how to behave，你怎么样跟别人相处，你带个什么样的眼光去这，这些所以是他们整个的三观其实都建立在这个 synagogue 为中心的这样一个东西。这当然也是其实这个世界反犹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你们这这些东西。 啊，就非得说这个东西是对的嘛，对吧？你你这个东西出来，然后然后你和我们就格格不入。我们这么我们这么多其他的想法，你你你都不参与，对吧？你就参与你们自己这个，这是造成他们其实有时候会遭到迫害的一个缘故。当然还有其他的缘故。那科恩他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头，其实是不太愁吃、不太愁穿的，哈，他没有太大的一个经济上的一个。 压力说自己需要很好的去啊，非得去谋生啊什么。他当然也要谋生，但是不会说那么急迫。所以他做了一段其他的工作之后呢，其实是觉得毫无意义啊，觉得没有什么不不不不想做他那些工作。他就开始去美国，来美国去到处跟人就说：“你看我能唱歌嘛，对吧？”他他把自己的一些歌演给别人听。 也是很艰难，就是他他刚开始来的时候都三四十岁了，三十多岁可能，然后人家就说：“哎呀，你这么大年龄，可能就在这行可能吃这碗饭有点困难了。”但是当然，他还是有他自己的这个才能，所以在各种的 theater 戏院呐、啊、什么的现场演出的地方，那还是能结识到一些人们看到他的价值。后来他还是签约这个哥伦比亚唱片公司。 也给他出了一些，但是从来没有大红大紫过啊，只是说他的有一些歌呢就很红，很红之后呢，其他人就有人家的 cover 啊，就说我我们来翻翻唱一下他的歌，然后越来越多很有名的人翻唱他呢，那那他当然也就跟着水涨船高嘛。可是当他在这个歌是什么时候写的，我忘记了，好像七七七零年代的时候吧。 出来的时候，那哥伦比亚那个老板当时还是总裁，还是负责总音乐总监的，就是听了这歌，就是说啊，这个没没意思啊。他们当时对这首歌就是非常反感，就是说这个听起来好像就和教会的音乐似的，绝对不出。那在美国就没有发行。最后鬼使神差哈、啊，有一系列的人去翻唱，比如说这个叫 Jeff Buckley 的这个人。 小伙子也挺帅。然后他翻唱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哀伤的那种低吟浅唱的方式。哎，人们因为也喜欢他，那这首歌就就被他唱的非常的红。所以到今天为止，很多人仍然认为《哈利路亚》这首歌是 Jeff Buckley 自己创作的呢。那我最个人最喜欢的还是那个 John K 的那个版本哈，那个版本是非常非常好。那这首歌大家一听说啊。 你们当赞美上帝哈、啊，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说说起来耶和华这个词，他们不直接读的，你知道，虽然他那个声音是 y a h 就是耶和华，但是他们看到那儿，因为上帝不让他们用，这是他们可能的一个误解，或者他们为了谨慎的缘故，他们就不敢念这个名字，他们就叫他 The Lord Adonai，就是一一一看到这个耶和华就是 The Lord。 就就这样去取代，我们我我我相信很多人，你们应该看过那个动画片吧？梦工厂的动画片叫《怪物史莱克》哈，《怪物史莱克》是电影里头可能比较有名的运用他的这首歌。那个史莱克在洗澡的时候啊，各种平时的时候吃虫子啊啥的，有一个蒙太奇的桥段嘛，那个桥段就是用的《哈利路亚》这首歌。所以这首歌呢。 完全不是一个宗教歌曲，呃，莱昂纳科恩也完全不希望把这个事情变成是好像我是一个宗教式的呃东西给你。但是你说他有没有受他自己宗教的影响呢？绝对有啊，这是一个他自己其实是刚才我说了，他说他是要通过这样的日常的东西来确信自己的信仰的。等一下我们进入歌词的时候。 再去说这个，这个这个歌还被很多很多其他电影都用过啊，我就不一一赘述了。但是莱昂纳科恩他本身，他从小受的是这样正统的犹太教的教育，但是他有充满了自己生活中的种种坎坷，他自己其实也有过很多不同的情感的经历，一些波折，也有过被背叛的时候，也有背叛别人的时候，然后自己生私生活很混乱的时候也有。 然后他的这样的一种颠沛流离，哈，有时候虽然不缺钱吧，但是实际上他生活还是很混乱的，也也有时候你不知道明天应该干什么。那他这个《哈利路亚》实际上是巴布迪伦有一次问他，就是说你这首歌花了多长时间写的呀？因为巴布迪伦觉得这首歌特别好。那科恩就说我花了两年时间。 但其实他撒谎了哈、啊，其实他用了五年的时间，就是说他这首歌是一个在他一生当中，被他不断的重写、不断的去修正的一个歌，他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可能是在几年的时间内，他每天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继续去润色他的这个歌词。你想想，然后或者是说那个编曲，然后曲子上的一些 notes。 就不断的，你想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努力哈、啊？一个人会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事情上不断努力努力，那你说他最后成为这样的经经典，你会你你只是说啊，这东西只是一个天才吗？不是哈、啊，经常天才的背后就是一个执念，就是一个他想把这个事情完美，而且他还在思考这个事情，他想表达的这个信息，因为是如此的复杂，他自己可能都没有办法完全能够琢磨的。It's incomprehensible 对他自己来说都是，这是一个搜神的过程，这是一个他不断的挖掘自己灵魂的过程。我们在在解读这个歌词的时候，肯定会他，你看到他的是一个多么复杂的心态。 而且我们也没有办法说完全能够明白他想说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有时候他是一个非常模棱两可的暧昧的一种表达，他是带着很多的神秘性的。这是一个好的文艺作品，甚至我觉得说。 连圣经上的好的一些经文，它都表明了这样的一种属性，就是当你以为你已经了解真相的时候，可能这个只只是你刚刚触摸了真相的表皮的一个开始啊，就和我们人活着一样，你当你自己觉得自己活明白的开始的时候，你觉得说，我到现在我才明白人生是怎么回事。 好，你现在是该去升级的那一刻了。你还真正没有开始生活呢？也许过去，现在是你开始生活的时候。甚至再往远说，当我们在地上我们活的每一天的时候，我们向死而生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走总有一天会死的时候，我们带着这样的一种心态，把每一天当成最后一天去活，我们拼命的往那个标杆去直跑的时候，你还要想到。 也许跑到那个终点的时候，又是一个新的开始，那才是一个真正有意义的一个 life，一个生命哈。我们不知道，但是没有人能够去垄断真理。这是我就是觉得说，我有时候也不太喜欢一些教会的教导的地方，就是感觉有时候他会把一些事情法西斯化。我用的这个是带引号，开玩笑的哈。 就是真理是不可以有绝对、绝对权威解释的，我们只能说根据不同的一种自己的经历、自己的理解，然后大家用一个我们，因为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受造之物，我们都因为创造而平等的时候，我们可以带着爱心说诚实话。这是我的理解，所以我们能够看到上帝的不同的属性和面相。这本身因为上帝是神秘的。 God works in a mysterious way。你怎么可能让你都知道呢？如果你知都知道的话，那就不是上帝的心意。上帝隐藏的心意是让你去寻求他嘛。所以科恩的那个词就表达了非常非常多这样的一个很复杂的东西。那科恩本身其实他也不是一个所谓的犹太教的人，他不承认自己的思想完全是 Jewish，Jewish。 Jewish thought，哎，我现在就是，抱歉啊，我这个生病的过程。他不完全认为自己的思想全部都是犹太教的底色，但是他不可能摆脱自己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基因，就像你。 没有办法说，我就不属于这个世界哈、啊？你说我可超然呢？我我完全就是说很愤世嫉俗，不属于这个世界？不是的啊，因为你就是这个世界出来的，你的整个的言语、你的语言、你你所有的 concept，你对整个世界的很多的概念都是别人已经教给你、已经建立好你去教给你的。所以当你说西方文明的时候，你就不可能说把这个犹太和基督文明把。 把他说拿走，你根本这他本身就是同意的，他就是从这样的一个两栖文明，当当然加上希腊的东西一起长出来的，所以你连用的词都是都是这些文本出来的，你怎么能轻易否认他呢？科恩他在自己非常彷徨的时候呢，他曾经觉得说我要去试一下不同的信仰哈，他去了一他去。 在美国最大的一个禅宗的基地，啊，是在这个加州的一个，应该南加州的一个地方，叫 Mount b o d y 啊，那个山上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修禅的地方，苦修的地方。他上去真的几年，哎，三年好像时间，真的就把头刮了，然后天天就在那一上午的时候就在那儿静坐啊。跟了一个可能还挺有名的一个禅师啊。 在那是，但是呢，他当他在那个山上的时候呢，他还是到了犹太犹太人的这种点灯节的时候啊，叫 h u n u k a 是吧 h u n u k a 还是叫什么那个节日的时候，他还是照旧哈，在那个山上点起灯来。然后他下山的时候呢，他也不承认自己是一个，我也不是一个禅宗的一个追随者，而且他说。 禅宗的这些东西让我对我自己过去那个犹太那个根呢有了更深的了解。其实可能是就是叫什么万物归宗是吗？真理如果只有一个的话，那肯定所有的人间的这种智慧哈、啊，我们人有限的智慧。 你大方向可能还是都往那个真善美去指的，有可能啊。就是说，我们当我们说到一个已经被大家公认的主流的，不管是说学派呢、宗教呢，各种各样的东西，大家其实归归途都是一样的，终点都是一样的。所以它它是一个 agnostic，我觉得啊，就是一个不可知的，就是我我认为这个东西是肯定是。 有一个真相的，但是谁也不要告诉我说这个真相一定是这样啊！他是这样的一种态度了，所以我们就聊一聊他的这个歌词吧。我刚才给大家唱的只是第一段啊，它一共主要有四段，然后中间都是用这个哈利路亚的连唱来连接的。那结尾的时候，当然又是。 阿端的不停的只是重复这样的一个哈利路亚的这样的一个词。第一段第一句来吧。现在，Now I've heard there was a secret chord。我我已经我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秘密的和弦啊。这个是什么呢？That David played and it pleased the Lord。谁是 David？大卫啊，就是以色列的王。 当一说起来，很多人说这个西安复国主义者哈，他们就希望就说回到这个像大卫在以色列历史上的那样的一个王朝的一个统御力啊，那样的一种辉煌，然后整个国力也很强，然后整个好像国家也走在一个所谓的正道之上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大卫是谁呢？大卫原来就是一个放羊的，然后他。 很会用那个叫 slingshot 啊，就是用来打狼打狮子的一个东西，用一个呃绳索，然后顶头有一个可以放上一个石子的东西，悠悠悠，最后一甩，那石头就飞出去嘛。然后他当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呢，那当时的扫罗王说，谁能够击败这个？ 呃，非利士人的这个歌利亚巨人的话，那他就是会有很多的 benefit，有很多的好处。那大卫就作为一个牧羊的少年，替以色列人出战，对战这个非利士人的巨人歌利亚，然后他打赢了嘛，把直接把歌利亚一个石头打晕，对吧？过去直接拿剑把头砍下来。所以大卫后来，哎呀，这个故事说来就长了哈，我就不在这儿跟大家唠这个。 圣经的故事了。等回头，等我再再再再想好，等我也许再学一学其他的东西的时候，有一天我跟大家开一个新的频道哈，我我的名字都想好了，回头回头专门聊那些东西。那大卫是在圣经当中是说在神的心背后的那个人哈，就是说他特别明白上帝的心意，然后。 他呢，也是一个非常会写诗歌的人。他经常写诗歌。他像刚才讲的这个诗篇里头，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大卫自己写的。而且那圣经上就写的说，大卫的诗交与灵长啊，就是说这个我我他写的这个词，然后交给这些做音乐的帮忙谱曲，然后大让大家传唱吧。但那些歌呢，很很多的诗呢，都非常的个人啊。大卫知道，大卫。 弹了，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和弦，然后这个和弦呢，非常的秘密。这个秘密的和弦呢，是让上帝所喜悦的，这是第一句话。但是 you don't really care for music, do you？这用了一个反问句。但是你关心的不是音乐吧？但是这里头就问题就来了，又是谁呢？是大卫吗？ 是说，大卫，你在弹唱这个你自己的新歌的时候，你心里头的这些乐曲的时候，这些和弦，这些心弦的时候，你是为了是实际上不在意的是这个最后的音乐，而是在意自己的信息，在意自己和上帝的关系吗？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说得通。但如果是说这个 “you” 是说 “the Lord”，是说耶和华呢？ 那就是说，呀，那上帝其实其实看重他的一个技巧呢？对吧？他是一个人间的音乐。我们说，如果说上帝是用音乐、用信息、用他的话语去创造的话，造物主还关心你这么两下子的一个小和弦吗？对吧？他看重的是他的那个镜前的那样的一个心意。所以这是一个已经是一个语义双关，甚至还可以说。 是我们观众，或者是 songwriter 本身，是科恩自己在问，就是说我到底在意的是什么东西啊？我这现在我也在写歌，我在意的是我的这个要 music 吗？还是说我在意的是我自己的灵魂呢？那反过来问观众也是，你在意的是我的歌吗？还是说你在意的是你自己在我这个歌里头所能得到的一个灵魂上的共鸣呢？ 然后接下来他用了一些音乐乐理上的东西，it goes like this: the fourth, the fifth, the fourth, the fifth，就说每一个调性哈、啊，它都会几个全音之后的第几个，然后那就会组成一个和弦嘛，对吧？这个我就乐理我就不不不不班门弄斧了哈，我不是特别懂，但是他第四第五句，the minor falls, the major lifts，那个小调降。 大调声，就第三、第四、第四音、第五音，然后小调声、小调降、大调声。The baffled king composing Hallelujah。The baffled king 又指的还是大卫，但是也可以指自己。OK，当他说到这个乐理的时候，我我在相信，就是说我的猜测是啊，大家懂音乐的帮我指正一下，他在。 这个音乐本身的安排上就已经和他的歌词是契合的了，是不是？就是第四、第五小调降大调升，那大调、小调，据我非常粗浅的理解，就是大调可能给人一种比较开阔、比较积极、一个明快的感受，而小调是比较阴柔、比较哀伤、比较，哎呀，那个，不是特别的舒畅的一种感受。 小调降，大调升。从情绪上来讲，就是说，从一个比较低沉的一个低吟浅唱的感觉开始，就慢慢退去，然后逐渐就开始要要继续昂扬起来了。大卫在诗篇里头写的大部分的诗，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结构。他基本上都是说，在痛苦的时候他才写诗，哈。 当我们说起来无病呻吟的时候，就是说你没什么心事，你为父亲词强说愁，你就特别做作了，对吧？啊，你你那个就是你你根本没有什么非常深刻的一个体会，你是一个非常 shallow 的一个感情，你还想把这个东西写成诗让人去感受吗？没门儿，因为你这东西太浅薄了。 那大卫写诗的时候都是有时候是极端痛苦的时候啊，因为大卫的经历实在是太有意思了。我跟你说，这个地方就是，就光大卫这么样一个故事，就非常非常在教育上，我就觉得对我们孩子教育有非非常明显的一个分野啊。我想想，我们小时候学到的故事，都是非黑即白的，都是一个就是说啊，要么王二小放羊放牛的，刘胡兰，对不对？ 呃，然后是哪怕就是说那些民间的这种什么张天翼童话了，包括郑渊洁，你还是都能看到，就是说好呀、坏呀，对吧？然后他就是，他就大人一看就是这种东西，就是一个非常让小孩看着开心的。那基督教学校或者教会给小孩的教育，从小是什么呢？从很小开始啊，一年级开始，学前班开始，让你听我听听大卫的故事，听听他。 怎么成功？怎么失败？怎么跌倒的？哈，他都干过哪些坏事儿？大卫做的那个坏事儿是非常非常坏的呀。但是为什么这样的事情还能够诚实的记在那儿呢？他就是人，就是这个样子的。从小就让孩子知道，你有可能是这样子的。 你不要觉得说你你永远都都是都没没问题，只要你刚强壮胆，你就不会有有有犯错误，你可能会犯错误，而且你可能会犯非常严重的错误，你是完全有可能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那那个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歌词，那大卫的这个同样每一次都是极端的哀伤，有时候他会。 哭叫啊！他说：“为什么上帝你不听我的话？我跟你说话你也不回应，我都全身可能都枯萎了，然后我的骨头疼啊，我里头都,都都都都还不如死了好呢！就经常诗都是这样开始的，然后然后他然后最后学到中途之后，然后又开始去感恩。” 就说啊，原来你是怎么样去带领我的？原来你是怎么样去建造我的？然后最后就突然就昂扬起来了，说啊，我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赞美你。你再怎么样，我我都要赞美你。所以哈利路亚啊，他最后最后终于就是还会回到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上帝，Praise to the Lord。这就是 Minor False Major Lift 那个 Major 那个大调，真正的大调。 是一个我们情绪上的觉得说，我们仍然有希望，就是我们再怎么样的沉沦，现在如再怎么样的颓丧，只要我们知道那个希望是在那儿的，这就是可以让你重新获得力量的一个源泉的、啊。然后，the b a f f l e king，这 baffle 这个词是什么？ 有一点点 confused，、right? 就是我很迷惑，然后我我甚至感觉到被击败了，我是一个气馁的状态，我不知所措，我什么东西都做不了，就和 depressed depression 一样，你就早晨就躺在床上，我我不知道今天应该做什么，我不知道我自己，我什么都不想要，我什么人都不想见，那就是 the baffled 哈，这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大卫这样的痛苦的时候多了去了，但是他呢？ The Baffle King composing Hallelujah compose 啊，编曲也好，作曲也好，编就是写东西也好，他要想办法把这个能够让自己赞美的一个东西，他其只是用一个技巧在编造吗？不是的，他是用他的灵，他的灵魂，就说哇，我这么痛苦，这个世界这么多恶人，有时候我自己也这么坏。 我还怎么去在嘴上说出来感谢赞美上帝呢？这多可笑！有时候觉得荒诞啊，我说不出来啊。他用自己的生命在 composing 哈里路亚，这不是也难道不也是歌者自己在说？如果你自己是自己的王，OK，the、okay、baffle king。当你自己说 I'm the king of the world，和那个泰坦尼克像小李在那个啊，I'm the king of the world。 多傻呀，是吧？然后你说我就是自己做主呀，我就是要凡事都自己做主呀，我什么事情都我可以自己来呀，什么事情都难不了我。You are your king, right？你就是你自己的 king，你是你自己的国王。然后你迟早你要 baffled，你会觉得说你有你对付不了的事儿。你到时候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 cons God，这样的一个 concept。 你怎么能够 composing your hallelujah？也许你不需要。让我们继续往下看。那后来就唱了哈利路亚之后，第二段开始是说：Your faith was strong, but you needed proof. You saw her bathing on the roof. Her beauty and the moonlight overthrew you. She tied you to a kitchen chair。啊，这我就。 我就觉觉得这个音乐确实是非常的美。She broke your throne, and she cut your hair, and from your lips she drew the hallelujah。你的信仰很强，你的信仰非常的坚固，但是呢，你却需要证据啊！你要看到，你要说哇，我我虽然我信，但是我你也得给我看呢、啊。在圣经上，这个耶稣在复活之后。 他的门徒有一个叫多马的，说说他复活了，我不相信，我看不见，我总是不相信。那最后耶稣是把他的那个钉痕的手，哈，就是说十字架不是把把要穿穿过这个手的那个洞，然后包括这个自己肋间的这个被矛所刺穿的那个地方，就是说来你来摸一下你就知道。那多马就就就用这样的一个他他他虽然他也说自己是耶稣的门徒。 但是说没有证据，我还是不能信。可是圣经上也说了，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怎么给你看证据？就只是给你显一个神迹吗？没有了啊！这个在新约的时候已经说了，不会再有神迹给你们看。 信就是你看不到的一个东西，但是你知道它在那儿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一个一个一个完完全全你不知道有没有底的一个东西，它就是一个深渊一样的东西。但是你知道，就是说我在凝望深渊的时候，我其实我知道底下是有一个底的，它不是 bottomless，那是那个信心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呢，但是我知道那是我的 evidence，我的信心就是我的 evidence，那就是我的证据。 但是人说说到说起来容易做到难呐、啊，你信仰就是这样，你天天其实都在 validate 你自己呃，即使是去教会的人，我相信，当我们大家在研究圣经的时候，有时候会碰到一些非常难的地方，有时候觉得这个东西不不可以，非常的不可理喻的地方的时候，其实就再一次永远都是一个说。 你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证据才可以去相信？而且我们又在去挑战的，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的东西，就是如果你既然是全知全能全善上帝，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公平？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苦难？为什么显得有时候他无辜的人还要去受死，还要去被委屈？公义何在？天理何在呢？对不对？如果你所以这些东西。 其实是在每一个人在信仰当中已经解决过的事情，然后才去接受，才会去往前走，但是还会同样的问题天天的出现在你的眼前，去摇动你，然后那样的一个试探的声音就说你你为什么要信这个呢？你真的觉得这个是真的吗？你真的觉得真善美存在吗？他就不停的摇你啊。可是很多人其实这个事情没有那么容易解释，但是我简单的解释一下，就像说。 说人只有对待一一些已经发生在自己身上或者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有两种可以的态度哈、啊，一种就是说，Thy will be done，就是主导词里头的，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是你的愿你的心意得到满足，愿上帝你的心愿得到满足。呀，我们没有这个控制，那就是按你的心意，你。 该是怎么样，我们就接受嘛。这就是我们的盼望，就是说，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是好的，所以 Thy will be done。但是你也可以说，我不用这样的态度。可是呢，实际上你还是没有办法有完全的控制，你还是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事情事情的进展，你还是没有解办法解决任何的不公义的事情。那你的态度也可以说。 fuck it，对吧，或者是说随他妈的便吧，啊，你爱怎么样怎么样，你可以说。 我我没有一个对象需要 complain，我没有是一个可以去抱怨对象，因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世界就是物质主义的，就是唯物的，就是一个反正也没有任何主宰是混乱的，那你也没什么可抱怨的，因为你抱怨混乱干什么呢？一个随机一个概率，你对他你有什么可抱怨的，对不对？他没有什么公不公平的问题，你就不应该有这个心里头有没有公平的这种感受，你都不应该有这个 concept，对不对？你你然既然你。 自己觉得说，好像你有一个 sense of justice，你有一个公平公义的感受的时候，其实你是在想，就是说，那谁谁是主宰？我不是主宰，那总是有另外一个主宰，那你就是在抱怨上帝嘛？你抱怨上帝的时候，你要不就是说，啊，像那个种比较顺服的，that will be done，你你的你愿你的心意成就，你也可以说你爱咋咋地，对吧？ 反正我就是不服嘛，我不服啊！我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嘛！我服你干嘛对不对？你爱怎么样怎么样吧。可是你想想，这两种选择带给人的结果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就先不说那个。 After life，在你死后那个结局是什么样的？我们就且说在现实的时候，你一个说说，OK，我接受这样的一个现实，我知道这个事情可能是还没完呢，这故事还没翻篇呢。我们且看看接下来发生什么，这是你的耐心和爱心成就能够一直源源不断的一个基础，或者你就是说。 非常的怨天尤人，他妈这也不公平，那也不公平，爱咋咋地，对不对？但是你你是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生活呢？你想想这个是不是这么回事儿呢？那可是我们人都是软弱的，我们经常会觉得说，哎呀，我们有信仰，但是我们还是需要证据，你给我一个东西看，对吧？让我能够相信你。 然后第二句开始呢，这就是更大的典故了哈。他说，你看到了一个女人啊，在月光之下，你在你的房顶上看到一个女人在洗澡，她的柔美，她的美啊，她的身体的那个美啊，身体的美。 然后那样的一个在月光之下的情景呢，完完全全就不让你跌倒了呀！就是完完全全把你所有已经建立好的所有的所所谓的伦理也好、道德也好、信仰也好，全部给你打翻一下子，overthrow you。这个故事当然是在圣经里头记载的，就是大卫在这个月光之下看到有一个女子在城里洗澡，那个女人叫拔士巴哈，拔士巴。 然后他做了一个什么事儿呢？他说：“这是谁帮我问一下？”然后说：“这是赫人乌利亚的妻子拔十八然后他就是他知道这个他的这个女人的丈夫呢，实际上是在军队里头的服役的是他底下的兵啊。然后说：“行，你把这个赫人乌利亚给我放到前线去。”其实他就是说用了一个小小的计伎俩呢，把这个女人的丈夫等于当了炮灰了，你知道吗？你说这是多么可。 弊的一件事情，然后他和这个八十八通奸，而且他们还生了孩子，而且他们的孩子还不都都活下来。这不都活下来，跟大卫本身是有关系的。这里头的故事啊太多了，我就不跟你展开。但是我就告诉你，这是一个大卫在犯错、受到试炼、受到诱惑的时候的一个关键性的错误的一个选择。但是这种选择，说实话，就是说，在歌者看起来，就是说这么巨大的一个试探，这么一个诱惑。 常人是无法抵御的呀，你要知道吗？他是一个国王呀，他手拥重权，所有人都尊敬他，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他不这么做好像很难呢、啊。然后他接下来的这这两句呢，其实你看起来好像连着，但是其实典故又变了哈。他说他把你绑在厨房的。 椅子上，他打碎了你的王座，他把你的头发剪了，然后从你的嘴唇上，他拉出来或者拔出来，哈利路亚，哇，这个歌词写的实在是太抽象，然后太 ambiguous 啊，然后太美了，其实真的是非常 powerful。我在二十多年前听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他在唱什么，我但是我就是觉得他说哇，这个挺色情的呀，对不对？ 哦，你刚看到一个女人洗澡，然后，然后她就把你绑到这个厨房的椅子上，那不是 S.M. 了吗？对不对？这个东西已经带有这样的一个，嗯，呃，叫什么？我不，我不知道这个叫什么，B.D.S.D. 是吗？B.S.B.B.D.S.T. 我也忘记了，反正就是那这样虐恋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性性行为活动。但实际上，他在这地方讲的这个。 特别是说 cut your hair 的时候，如果说前面还不够明显，当他讲到说他把你的头发给你削下来的时候，这就毫无疑问是指的另外的一个人物，是叫参孙，Samson，这是一个拿细尔人哈，就是说他的头发呢，就是感觉就和你见过很多那种正教的犹太人一样，他是这个地方有一个记，这个地方是他几岁之后就不可以再剪了，他会一直留着。 然后他是一个三孙，是一个特别有有力量的人，也是菲利士人。然后就说，这个人我们打不过他怎么办呢？然后他们就找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叫达利亚的女人，说：“你，因为参孙很喜欢达利亚，然后菲利士人就说：达利亚，你去跟他好哈，你跟他睡觉。然后如果，但是你问问，就说他有没有什么弱点呢？我们能不能用什么办法能够击败他呢？然后这个达利亚就。” 就套这个参孙的话呀，参孙就后来就说啊，一开始说你要把我怎么怎么样就怎么怎么样，其实开始还没说实话，但是后来这个这个头发这个事情实际上是真的。那他最后把这个秘密告诉达利亚之后，达利亚最最终就把他成功的绑起来，然后他那个绳子参孙就无法挣断了。那参孙后来就被非利士人囚禁之后，然后非利士人把他的眼睛弄瞎。 然后参孙在他死之前呢，等于说又有一次悔改吧。他知道自己的这个狂妄和傲慢，他的这种无知，他也承认自己的力量其实不是从自己而来的，而是从上帝而来。的，在最后，呃，把这个用自己的大力呢。 把这个非利士人的神庙吧，等于说拽塌了，然后把大家同归于尽了，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哈。里头的细节可以玩味的地方，一点儿不比那个我跟你们解读的那些电影要少，只会更多，不会更少。因为圣经是一个互相链接的一个超文本，它在前头讲的这句话，后面一定会有时候会有回应，然后这个回应有时候非常的隐秘，然后它。 彼此的这种互相的链接、互相的指涉和和以和和成绩和,和和有时候是为后面做铺垫，是如此的精妙哈！实在是为什么那么多人穷其一生、好手穷经去去研究这个？因为即使不是从信仰的角度，他也够你研究几辈子了呀！这是第二段，我跟大家讲。那当然，其实还没有怎么真正的讲。他说他打碎了他的。 打碎了你的王座，但是参孙不是那个王啊，他只他和大卫不一样的身份。那这个东西除了说，让大家把很多的故事串起来，就觉得说，其实所有的故事我们讲的，其实都是为了要去去凸显那个真相的一个东西，都是要指向真善美的一个东西。所以有时候好像，呃，就是彼此好像又又又能够完全缠绕在一起，但同时呢。 我也觉得科恩在这个地方讲了，说这个 throne 可能和刚开始的这个 the Baffled King，我说他不除了指大卫之外，也可以指科恩本人。这个地方也可以是，这个地方指的是歌者自己的这个对自己生活的这种主宰的能力。他可能和另外一个美丽的女人在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然后他们最终其实这个女的也许是背叛了。 对不起，我之前之前都没有给给大家看这个。我刚应该给给你看的是这一页的词，就是他很美貌，跟你有甜美的爱情，最后他离你而去，让你的生活完完全全失失去重心。他把你的心也打碎了，对吧？你你完全也一下子不知道自己的生活应该怎么样了。他把你的连可能连最基本的信仰都直接给你摧毁了，你都不知道从此应该该相信什么了。 然后这句话，and from your lips she drew the hallelujah，从你的嘴唇上拔出来，就好像一把剑一样，这样拉出来。但是同时，他这句话也可以说是因为他对你所做的事情，其实最后还是强迫着你要感恩生活。哈，哎呀，这个话就很有意思了。 你在这样的时刻，你还能不能感谢生活？你还能不能对这个生活抱有希望？能不能对那个真善美存有信心呢？就说人怎么能够这样呢？对吧？可以这样背叛我？这个背叛不一定只是恋人之间的、同事之间的、生意伙伴之间的，甚至家人之间都是可以背叛的。这个背叛是非常非常令人痛苦的，因为你所相信的东西，你突然之间一夜之间全部倒掉。可是，在这样的时刻。 你要面对，是不是还能够承认？就说，我也许还不知道我的故事的结局，我是不是仍然能够接受我现在这样的一个境遇？无论说我学会到我的自己的教训，成长了，或者我变得更坚强，或者我变得更有智慧，或者我就是对这个世界和人心，我们对自己的内心有更多的了解了。 你不要觉得说啊，我们生活的生活比蜜甜，对吧？好人比坏人多。你有没有遇见过一个可以让你完全放心的好人？也许有，但是你心里头也许应该知道，说他也不过是人嘛。那你人的问题，你不应该去完完全全归咎于创造的造物主吗？ 他造造你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心意。至于说为什么变成了这样，那又是另外的其他的圣经的故事要说的故事了。第三段，You say I took the n a m in vain。你说我往往用你的名啊？这个当然就是又是典故，就是十诫里头的有一诫是说不可滥用、妄称耶和华的名。 就是你不要经常没事干，就说我以上帝的名义起誓，我不是这样的，你肯定撒谎了哈，那就是滥用主的名，你不可以滥用主的名，你不可以用你人世间的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然后就指着一个最神圣的东西说他他给给我做中保，谁知道呢？对不对？你不要借着上帝的名行恶，因为人很容易借着上帝的名行恶嘛，然后。 同时，第二就是说什么呢？I don't even know the name，哈，因为啊，你你说不要让不要妄称耶和华的名，可是我连你的名这是什么都不知道，这也是真的呀。这、就是这、就是旧约里头非常非常有趣的很多悖论的地方哈。确实，耶和华他就说我 I am who I am，我就是我。 我就是 I I I be I be myself，对吧？我就是存在本身，或者那就没有名字啊你！你你没有办法像我们人一样去去给自己取个名儿嘛？因为他的这个名字就就多多少少是有一个人间的世界的一个意义的，是一个可以了被我们了解的。可上帝本身是不能够被我们完全了解的，所以他的名当然也就是我们不能够完全知道的。 然后他最后又写说：“不过即便是我知道了你的名，真的知道了，Well, really, what is it to you？” 这个话当然又有一些歧义了哈，就是我如果知道的话，那对你来说这事儿重要吗？是吧？或者就说？ 我去寻求你的这样的一个愿望重要呢，还是说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存在更重要？然后他说：“There's a blaze of light in every word。”也许这个 “every word” 是从哪儿来的呢？也许就是说他们学学到的这些塔木德，或者是。 头啊里头是吧？那个犹太的那个希伯来文很有意思，说它不仅每一个字母本身有自己的意思哈、哦，它单独就可以有有很多不同的意思的可能性，然后它同时也是一个数字。犹太的这些解经家、这些拉比有时候。 会可以讲非常非常让你觉得很有趣的，你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就是说你看这个字，这个字加起来是多少，然后和哪个字哪个字，然后是多少，这个整个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所以数字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很神秘的一个一个东西，然后也是有意义的。是你每一个字都好像散散发的一种光芒啊，这种光芒都是都是有光亮的，都是。 光亮就是真理在向我们说话呀，每一个字都好像是从你而来的真理。然后，It doesn't matter which you heard。所以，The holy or the broken Hallelujah，他说的这个 every word，我相信是说，也指的是说 Hallelujah 这个词本身的 every word，那是很很多的字母组成的，对吧？ 他的每一个字可能都发的光，但是我们是用什么样的心情去说出来这个哈利路亚的？可能 it doesn't matter 哪个你听到的，你你听到哪个，其实可能你只要说我们能够说出来这样的一个感谢的话就够了，无论我们说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你自己知道你是什么心态。 Holy or the broken，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会分成圣和俗吗？就是说，这是人间的世界的哈利路亚，这是教会的哈利路亚，这个界限有可能不是那么容易画。至少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替别人画，我们有可能自己心里画。你有可能会言不由衷，你有可能在别人的强迫之下，你你看见大家都说，你也说了。 但是你是不是真心在说这个话呢？Do you really mean it？你是真的这个意思吗？这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不管你用一个圣洁的方式说出来，还是一个破碎的方方式说出来，这个哈利路亚在上帝那儿听起来会不会一样呢？这是这是歌者的一个疑问了。他要问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他是带着一个深深的怀疑说的这个话。第四段的时候，他说。 你说，不是？I did my best, it wasn't much。我真的很尽量尽力了哈，我已经尽力了，可能也不是那么不不够好吧？在你面前，特别是在上帝的标准里头，不行呀，我就不及格可能。但是我真的已经很努力了。I couldn't feel, so I try to touch，因为我感觉不到你啊。 所以我就想触摸你啊，就像刚才我讲的这个多玛的故事，但是他所说的这个 feel 和 touch，我相信可能更多的时候，就像大卫去通过犯罪去追求上帝，这是个很悖论的事儿。他如果不经历这样的一个通奸的事情，不经历这样借人借刀杀人的这样的一些事情，不经历先知去怎么样大声的去斥责他、责备他的时候。 他可能心里头没有那么多愿意亲近上帝的这样的一个意志，他是真的是觉得痛苦到极点的时候，他知道自己犯下巨大的罪孽，而且这个巨大罪孽有巨大的后果的时候，他开始谦卑下来了。我相信科恩要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过一个近前的人生啊，但是我近前的人生。 我我感觉不到你的存在，有时候，对吧？所以他出走，来到美国去唱歌，去到处乱、呃，颠沛流离的生活。最后呢，反而可能他在颠沛流离当中，哎，他还更愿意早晨起来去写这个哈利路亚。他要去用自己的生活去 touch 字样的一个自己的灵魂，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灵魂是什么样的。 他也在用自己的受苦的一个选择去试炼自己。你说人有时候是不是这样？有时候人是不是自找苦吃呢？我我甚至都不能说人自找苦吃一定是坏的，有的人可能都没有经历自找苦吃，可能他就是一辈子非常的顺平顺，但是活到非常。 末期的时候，他突然觉得说：“我白活了，我觉得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见过这样的人，我听过这样的叹息。他过了一辈子他不想过的生活，很有趣的是，人人就是这么复杂的一个人的存在。”然后他说：“我已经，I've told the truth, I didn't come to fool you。” 我真的是跟你讲真心话呀、啊，我不是来去骗你的，我不是想让你隐藏任何东西的。这是这句话，他是跟自己讲的，还是跟上帝讲的，还是跟我们讲的？其实都是一回事儿哈。就是他为什么会花五年的时间去写这个词？ 他每一个词都是经过斟酌，但是除了斟酌之外，他在斟酌自己内心那个天平，什么到底才是我真心的？我到底我在想什么？我到底应该想什么？到底什么是我应该去表达的？还是说我是不是应该完全表达这些事情？其实人都在自己的艺术表达当中不断的在想的事儿，这就是。 它的复杂之处，这也是它非常非常打动人的地方。然后他说：“And even though it all went wrong, and even though it all went wrong, I will stand before the Lord of Song。”唱的好难听啊，但是那个意思啊，我我在我脑子里头，这个这个话就真的只能通过他那个音乐表达出来才是对的。就是虽然呢。 我所做的这所有的事情，其实都做错了，有可能都没有做成我想开始、希望做成的结果，是吧？我也 try 了，我也 touch 了，我也 tell the truth 了，我也，我也希望不要去骗大家，不要去骗上帝，但是实际上可能我既骗上帝了，我也没有对自己很诚实，然后我其实也没感觉到什么东西，我也 touch 到一堆都是虚空的东西。 全都错了，it all went wrong。没有什么事情我做对了，但是 I will stand before the Lord of Song。哇，这个画的，这是一个宣告啊，就是我不管我失败成什么样子的，我都会站在那个诗篇的主的面前。With nothing on my tongue but hallelujah。 我面对这个至高、至大者的时候，我面对至真、至善、至美的这样的一个存在，我总要见他的。我再去见他的时候，我哪怕我知道我在地上全都做错的时候，我没有办法为自己辩解什么。我在这个诗歌的主前面，因为上帝是用言语去、音乐去创造的话，他是那个真正的 Creator。 我只是他手中的器皿，才写了这样的一些他让我去写出来的话。我在面对他的时候，我能说什么呢？我能说你看我做的挺好的吧？这歌是不是写的还可以？你没有那个脸，你只能说 Praise the Lord，感谢赞美主，因为这个创造力也是你来的。你想想，他在这样的一个巨大的怀疑里头。 这样的巨大的失败里头，这样的巨大的无知当中、啊，哈，他基本上就说我啥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能干，我全都做错了，我都是失败的一塌糊涂。然而，我叫站在你面前，除了哈利路亚之外，我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说出来，在我的烫、我的言语、我的口舌当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夸口，因为你在上帝面前，你就只能是。 有一个这样的赞美的心态。当然，我相信这是我的一家之词的一个解释哈。他的他之所以这么流行，不是因为他有多么的宗教性，他有他成功的偶然性，甚至，但是我觉得，呃，科恩本身他在这个处理的事情上，他我记得他在纪录片里头讲过一句话。 他说：“我就是要把这个只过去只存在在教堂当中，只存在在犹太人的 synagogue 里头的这样的一个话，把它放在世界里头。我就是要把它世俗化，我就是要让别人都能够说出来这个字。你不知道他心里头到底是希望做这个事情，到底有被什么事情所激励。但是他给我。” 们至少提供了一个不浅薄的一个思考，就是当我们说起来宗教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东西是和科学和我们的理性冲突的。其实，在我看起来完全没有冲突哈、啊，我真的是毫无疑问的觉得说没有冲突。我甚至觉得说，在这个上帝的观念之下，你才有可能会有一些科学的萌芽。 因为你首先是因为上帝有这样的一个创造的秩序，它这个东西是可以被琢磨的。然后我们又被赋予了去管理它、了解它的这样的一个神圣的天职之后，你才觉得做这个事情有意义。你同时也觉得这个事情是可以实现的，这是给本身我们追求上帝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大家也应该。 至少好好的听一听这首歌，然后也许你可以得出来你的不同的一个答案。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下一期继续回归到科恩兄弟的《老无所依》解读上，再见。